奶奶，你还记不记得这一块疤啊？看不见我这块疤，磨皮太重了。这有块疤，就是，什么我疤？从来不留疤，但就只有这一块疤，你记得吗？就是那一次，就是你穿盔甲，然后我冲上来抱你，我们在一个哦，我小记得了，桥我上。记得了，我记得了，然后那天不是割我记得破了，了我记起来吗？了，我记起然来了，我后记起来我了。身上所有的疤都哦，会好，就除了这个疤。这个是怎么回事呢？我给大家解释一下，是因为就是林不疑的盔甲上面有很多那种铁皮子，你知道吧？就是各种那种铁愣愣。然后有一次我们拍，应金该金是屌屌嘞，金金对屌金，屌嘞，老师。对都是嘛。然后他过来，露丝过来，应该是干嘛？过来抱我还是过来还是咱俩干啥来着？反正你的手就过刮来到了抱铁皮你，我上，然就后是还掉划在你破了。身上，嗯，对，就是掉对，在你身那上个的其手实。划破。